虚假和自疑，不停充满教官神灵的火降下，神灵的火降下，点燃祷告的热情，赐下勇气降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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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等待相遇。
此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灯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听，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
大家早上平安，平安，大家好吗？好，吃饱了我们就站起来好吗？感谢神，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什么节日呢？母亲节。好，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箴言书31:29-31，好，来，让我来为大家读。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超卓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是的，我们在知道，我们知道才德的女子很多啊，但是敬畏神的就更为重要。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母亲们呢都是敬畏神的。阿们吗？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的，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父辈满意。阿们。哈利路亚。再唱多一次，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大声来唱好吗？是的，主啊，你背负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忧患。是的，主。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上帝的手来，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向着耶稣来说，谢谢你主啊。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说开声来祷告，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爱，他为我们担当所有一切的重担，背负我们所有的痛苦。哈利路亚，沙卡拉巴巴巴巴巴巴拉亚拉乌拉玛沙卡拉亚拉哈拉巴哈利亚拉，乌沙卡拉拉拉拉拉拉亚拉乌拉玛沙卡拉亚拉乌拉玛巴巴巴巴利亚利，哦。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ura, 开声来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渴慕你。Shana bara bara ya na hura mashika n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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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na hura mashira y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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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Oh, hura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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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na hura mashala ni. Hura bara ya na hara ya na hura mashika na na ya na hura mashala bara bara ya na hura mashika na ya ni hara na na.哦，耶稣，我们渴慕你。哦，耶稣。啦巴啦巴哩呀啦啦啦啦啦哩。沙啦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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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敬拜你，我们高举你，主。哦，哈利路亚。西里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哩。Shakara 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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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Oh, shele y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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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主啊，你背负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痛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直对我们不离不弃。主，你为你所爱的人摆设宴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主你的儿女能够永远享受在你的爱当中。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的灵苏醒起来。你说凡求告你的，你必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凡敬畏你的就能够得着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
帮助主啊，你的儿女们一生跟随你的道路，主啊，能够得偿主你一切的丰盛。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你是美善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愿意的爱你。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走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主啊，为这许多困苦流离的人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施恩怜悯，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未曾尝过主你的救恩。主，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相信主啊，你的爱要牵引他们回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勇敢地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啊，你奇妙的恩典要临到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哦，主啊，我们要看到一家一家得救，我们要看到有许多人的生命因着神你的话也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得到释放。主啊，在这个今天特别的日子，我们要看到主啊，所有的妈妈是独特的，所有的妈妈他们的劳苦在你的里面得着一切的安慰。主，我们要请求你祝福在座所有的母亲们。主啊，让他们记得主你的话语告诉他们，主啊，敬畏你的爱你的就富荣尊荣生命为赏赐。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回给你。主，你看重是我们生命的内在，你看重是我们生命的付出。主啊，我们祈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看到教会要开始兴起很多的家庭祭坛，开始很多的家庭要被主的话得着，被主的灵的爱得着。我们看到主啊，整个的家庭很带来很大的转化。主啊，许多的亲子关系得以修复。我们看到主啊，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哦，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你的恩典，主，你是奇妙，主，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永远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沙卡拉，开声来祷告，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姐妹们，沙卡拉巴巴巴巴利亚的呼拉巴谢卡拉，我们来感谢主，感谢主，家的爱赐下来，家的恩典流出出来，哈利路亚，拉巴利亚的啦啦啦呼。是的，主，奉耶稣的名字宣告，所有一切拦阻我们都要离开。奉耶稣的名字，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得着你完全的丰盛。哦，哈利路亚！因为你来了，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你，主，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利亚的呼拉巴，西卡拉巴利亚的亚的。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圣手里面。奉主耶稣的名字，主的圣灵这个时刻已经在我们的中间大大的运行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今天早上的话语，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字，我们将自己全然的交托主啊，愿我们带着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主你一切的恩典都足够我们使用。奉耶稣的名字，我们宣告恩典、平安、喜乐领导我们。奉耶稣的名字，我们宣告，我们宣告今天就是美好的一天。奉耶稣的名字，我们叫他祷告，阿们。掌声归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举上我们的右手，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啊！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不好跟隔壁的人说，欢迎你回家，很高兴看到你，好吗？谢谢美宝牧师。巴鲁哈巴沙阿德拉奈，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哈利路亚。是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因为他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阿们，我们要大声来敬拜，哈利路亚。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慈爱双手大能防备，直到如今人心生机。大声，大声敬拜。神愿你降临，哈利路亚，慈爱双手大能防备，直到如今人心神经，你也不你也不必看不彻底，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射允许的成就，神的灵降临啊，慈爱双手大能防备，直到如今能行神迹，神是行神迹的神，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儿女，你必照所允许的成就，我们的宝珠，是我们的宝珠，心就何以满意，你必定一直不折地，神要赐福，遵循你的旨意，坚定为着向你，我们定力要跟随你，宝珠心就何用满意，你定义要自不得地，遵循你的旨意，谦卑为着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是我们的宝珠心就何用满意，
舍地坚固你儿女，你必遭受应许的成就。你眼目你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你眼目必看顾着地，坚固你的儿女，你必遭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坚固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因为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中水永流，你的儿女在这里。你是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一处，全世界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从你的日中黄朝阳，万国赞扬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阿里这里有荣耀，这里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流子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中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基督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你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同一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扬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你是基督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扬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心，昔在现在永在的君王。你是你是基督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的头如光照耀，万国赞扬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心，昔在今在永在的，昔在今在永在的，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是母亲节，主你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主你说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信你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了。阿们
主啊，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你，轻轻的微笑来歌颂你，哈利路亚。黑夜虽漫长，坚守的低谷，坚持你坚强，如美丽迎风，让永恒的爱再次回味你，让我陪你擦干所有的泪水。再重唱一遍。黑夜虽漫长，携手过低谷，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着你擦干昨日的泪水，轻轻地是的，神要陪伴我们走个漫长的路，就是这条窄路，宽的路是很多人走，但是窄的路是很少人走。主啊，我们要祷告，让这条窄路每一个人都走到你的面前，永生的路就是这条窄路。我们开始来祷告。O Rabba Karia Rama Shakaria Daya Rakaya， 哦，圣灵啊，带领我们来走这窄路，哦，不要走那大路。O Rabba Rabba Karia Day， 主啊，你线上的人多。O R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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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ba， 跟随你的人少。O Rabba Karia Rama Shakaria Day， 在前的就要在后，在后的就要在前了。西卡拉巴巴利亚内，教导我们走窄路，你
因为灭亡的路是宽的，唯有永生的路是窄的。亚拉玛西亚拉拉，主你说要跟随你，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西嘎拉玛玛里，沙拉巴基亚的，乌拉玛玛沙。静静的微笑，静静的微笑，别再忧伤，勇敢的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的指引重新的力量。不再孤单，生命之下重新的力量，静静静的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敌人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生命走每一步，踏出心手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是的，主，我们要踏出这个信心，才能够走每一步的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在马太福音11:28说的，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阿们。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能担当，没有一刻痛苦他能不能背负。哈利路亚。没有一个忧患耶稣这演戏是我
从你而来，领受神的祝福，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万秋高黎明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白色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赐我你我所立的言，是我领受神的恩典。你的爱，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再一次，你必永远纪念你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拍掌归荣耀给神。哦，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言不一章十九，刀劫来无非要退却杀害毁坏，主你来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祷告纪念你的儿女要得到你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你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谢谢主，你悦纳你的儿女的敬拜，我们将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掌权直到永远。大家说阿们。谢谢弟兄姐妹，可以坐下。谢谢我们的蔡弟兄。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在这里还没有进入报告之前，祝所有的母亲们蒙福蒙恩， Amen。 好，这时刻在这时刻我们来欢迎我们一位新人呢，是由我们的这个邱飞蝶妈妈带来的儿子 Jordan 林杰许杰林，来坐在我们的左边，欢迎你。好，谢谢，来请坐，欢迎你每个星期都到来。好，这时刻我们进入了报告。今天 AS1 12点半一样有这个 Happy 聚会篇，为这个这个主题为生命插上飞翔的翅膀。那么讲员呢是陈志成这个硕士哦，欢迎所有的青少年都准时的出席。那么本周呢一样的各地区小组呢一样在线这个 Zoom 线上照常聚会哦。
这个来临的星期五就是19号八点钟，一样有这个实体和线上的祷告会，欢迎爱恩堂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这个外展预备来祷告哈。星期六20号，也就是6点钟早上凌晨早上的6点钟，我们有深州祷告祭坛晨祷会，由这个深州好爸爸协会负责，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同心为着我们这个城市呀来祷告哈。这个是特别的报告，就是教会的这个双亲节这个摄影大赛，这个主题为爱与家庭，那么都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踊跃的参与，记得哦，这个参与呢还有这个有这个奖金还有几奖牌以表示这个鼓励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我们的面子书，或者向我们的王正义同工来做了解，那么这个屏幕上有打上了他的这个电话号码，你也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哈。最后一个报告就是7月3号到5号呢，我们有第二届国际五旬宗线上领袖大会，再次说明是线上领袖大会的，是在线上上的哈。那么主题呢，这一次他们是在意向上翱翔。欢迎所有的领袖还有弟兄姐妹们呢都踊跃的报名，那么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在这个5月24号，那如果你也想了解这个详情呢，也可以向我们的郭美宝牧师来了解，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有关这个的视频哦，来请。借助实体和线上的方式举行，神召会香港研会是今年的主办单位，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在意向上翱翔 MM33 成为和扩张神的国度。大家或者会问，什么是 MM33 呢？ MM 就是 His Mandate Our Mission，翻译成中文就是他的命令我们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到了2033年，全世界神召会要有100万间的教会，我们要用怎样的宣教和职堂的策略来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在今年的大会中，早上将有不同的专题来探讨 MM33，例如教会与国度的张力和调和，还有宣教实践的在地反省。下午的论坛包括了如何向教会领袖传递开拓的意向，我们又当如何让青年人跨代传承天国的拓展意向，这些等等的课题。到了晚上，我们邀请了杨天恩总会长和严金荣会长主领复兴特会，请您注意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31号。这一次的大会是免费报名的，您可以扫描 QR code 来报名，您也可以向您的堂会来报名，各地方总会也会协助各地堂会办理报名手续，您的堂会也可用具体报名的表格来报名，然后交回给您总会的负责同工。期盼所有的牧者同工领袖们都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今年的国际五旬宗领袖大会，我们同心来聆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来经历更新和复兴，以至于当我们在意向上翱翔，必定能够完成 MM33 神的命令以及神给我们使命的托付。我听见这首诗歌在唱着新的眼界，新的意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的国度，他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
神要做新事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到时见。好，今天早上我们眺望奉献的经文取自于加拉太书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一二三，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透过这个经文教导我们说，接受上帝的话语教导人应该供应老师的需要，跟他们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道理上受教的人是谁呢？是指着我们。那么施教的人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包括谁呢？牧师、传道人、同工、为上帝做工的人。保罗说，我们应当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对他们所做的表示出欣赏、感恩、尊敬，供应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不要勉强，乃是发出内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拥有所拥有的献上感恩、知足，感谢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美好的教会、美好的牧子领袖、美好的工作、美好的侍奉。让我们一起学习施给，将自己的金钱、时间、才华、精力、恩慈和爱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因为而得到福。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将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所奉献的，是无论是十分之一、爱心奉献、拆船基金，都完完全全的交在主耶稣你的恩手当中。求主赐福，求主悦纳，我们相信你的奉献必大大的使用在你的国度里。我们求主赐福以奉献的双手，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在我妈妈心中，我是多余的。我名叫陈佳美，我家一共有六个小孩，我排行第五。小时候爸妈总是很忙，家里的厨房常常都挤满了人。你在这边做什么？这边很多人啦。阿佳等一下就来了。哥哥姐姐们是家里的好帮手，妹妹她听话又可爱，就唯有我什么都不是。我常常在想，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相比，我的样子不出众，成绩也不好，家里又那么多人，如果有一天少了我一个，妈妈她应该也不会在乎吧。毕业后我拿到奖学金到国外深造，我还记得离开的那一天，我在机场打了通电话回家，电话里传来的是家里一如既往的忙碌声。喂 ，Hello，
妈，是我，小美。小美，是你啊？我今天要上飞机了。哎呀，那个东西怎么放那边？打翻了怎么办？哎，小美啊，你要上飞机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我知道了，妈。我曾经，妈，你就不能哪怕只有一次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吗？慢慢的学会叛逆，想离开家里。几年后我学成归来，在吉隆坡找了一份工作，回国后我没有回过家乡，无论是过年过节我都会找借口出国旅行，只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份回家的失落感。喂，哥啊。喂，小美，这个星期日有空吗？这个星期日什么事啊？这个星期是母亲节，大家都说好要回家帮妈庆祝。啊，可是我这个星期日……难道想躲一辈子吗？其实那么多年没回家，说我不想家的话是骗人的，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想到回家我就感到无比的失落。也许是我害怕承认这个家其实没有属于我的位置。小美回来了。哎，你干嘛？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进来吧。爸妈知道你今天回来吃饭，一早就和大妹、二妹去巴萨买菜了。小 Q。哥，谢谢你帮我照顾他哦。你应该谢谢的，是妈妈。哎，他呀，担心你回来的时候看不见你的老朋友，特地从旧家把他搬过来的。好了，你先坐下吧，我去忙我的。曾经觉得自己像透明，得不到你的关心，慢慢的学会叛逆，想离开家里。时间都不停等我再回去，其实再回不去，家还在那里，几年的光景变得好冷清。来来来，忙忙忙，小美回来了。哎，小美回来了。爸，小美，小美，等一下再聊啊。妈回来啦，吃饱了没有啊？怎么讲瘦？厨房里有汤，自己去拿来喝。这样大了还不懂得照顾自己，嘿！快点啦，快点啦，洗碗快点啦，不够碗啦！啊，看你看火，看火。小美，这边已经很多人了，你不要站在这里。哎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这边很多人啦。阿佳，等一下就来了。
妈，可是我想帮忙。小美，加油！嗯，我一定会的。我是想加油。啊，OK。时间都不清，等我再回去，其实再回不去。小孩在哪里？几年的光景变得好冷清。距离多不清。吃慢一点，这么大个人啊，吃饭还像个小孩那样。妈，你煮的饭真的很好吃。好吃就多回来吃饭啊。嗯，我一定会的。离开了再回来，我才知道原来一直以来没有被看见的不是我，而是妈妈对我的爱。每一道充满家乡味的菜肴，每一个关怀的眼神，都隐藏着妈妈那说不出的爱。虽然这份爱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永远都在。那不是叫我看图画吗？孩子。做什么？阳伞都要怎么办？大姐，我啊 ，Hello， 啊，小美 ，Hello， 小美呀、啊，你要加油啊！准备好笑。妈妈的爱，永远默默为你加油。掌声，感谢神。这个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对吗？谢谢刀漂油，这个是广告哈。但是也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啊，有可能我们就是片中的那个被忽略的，以为被忽略的那一位哦。所以很感谢神，我们都没有被忽略，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吗？对啊， Amen。 感谢神啊、今天牧师不在，他从昨天到今天呢到 JB 去分享讲道哈、那当然牧师不在夫人在嘛哈、那感谢神。那我要讲介绍这位今天的讲员呢，其实他在我的眼中呢一直都是家庭主妇来的啊。可能以前有他曾经有在教过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做家庭主妇做了很长的时间哈、那感谢神，到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硬把他拉去台湾接受了培训，回来之后呢又把他踢出去做老师，然后就带着他到处跑到处服侍。那很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是第一次讲道哦，其实去巴都巴去了两次了嘞，你们懂吗？去别人的教会讲两次道了哎，所以很感谢神，我就跟牧师讲，不行了啦，一定要让他上来了。那我们感谢神，在2019年到现在目前这个202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看到上帝如何的兴起了他哈。如何成为这个我们很多学员们的祝福，是吗？有上过1万到1句的，是不是？有受过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相信上帝要提升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了哈。那欢迎我们的总监夫人，好吗？运康的妈咪，还有我的老亲姐姐，王师母。老亲姐姐，好，大家早上好。好，声音没有这样好呢，是因为呢，刚刚病好，刚刚病好，因为呢中了 COVID 了，所以呢这一生人就是中 COVID 的时候，原来知道这么辛苦的，但是感恩上帝的恩典实在够我用。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常常一直为我在祷告哈，所以呢一直为我守望，所以呢，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康复，但是呢主耶稣的他的恩典实在够我用 ，Amen。好吧，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祷告，为着今天早上的聚会来祷告啊，哈利路亚。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为着所有的母亲来感恩。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母亲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在孩子们的心中，妈妈呢，有些妈妈是很忙很忙碌，有些妈妈呢是没有忙碌，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好呢，妈妈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呢永远是最棒的那一个。所以呢，求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个早上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呢能够成为很多人很多人的祝福，让我们相信说，主耶稣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所以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实在够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你赐福，分别为圣，我们以下的时间感恩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Amen。 好，在这里呢我要分享哈，曾经牧师他有问过我一个问题，是说呢，你有梦想的吗？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你有梦想的吗？我说啊，没有什么梦想的，我做的很简单的，没有梦想的。那么呢，然后牧师他在教会的时候呢，常常一直提醒我们，你有梦想的吗？你有想过的吗？我说我没有想过的啊，有啊有啊，我有想，我讲有想过什么呢？我说呢，我的梦想呢，我要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韩国，因为我要去那个祷告山，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要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是圣地，我说我要去。所以呢我的梦想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真的感谢神，上帝为我开路，感觉上是不可能去的，但是上帝为我开路，我就去了这两个地方。而且我去韩国我去了几次，以色列我去了两次，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就是这样子为我开路。然后之后呢有一段时间牧师就问，你还有其他梦想吗？我说我没有什么梦想的咯，我的人很简单的，我没有想到要什么梦想的。但是呢我忽然间，我在当时候他在问的时候呢，我忽然在我在祷告当中，我说神啊，我到底还有什么梦想啊？然后呢忽然间我就想到，是的，我有三个宝贝，我有三个宝贝。然后呢我是希望说呢，我要看到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呢要进大学。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我要看到我的三个孩子都要进大学的。但是呢我的两个女儿呢，两个女儿很忙来读书，他们 OK， 他们可以进大学。我的儿子就让我头痛的那个他是儿子哦。然后呢我就心里想说，哎呀，他你看到我的儿子哦，他是在学校读看什么睡觉的，怎么读大学呢，对吗？然后呢我就心里我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我只是祷告。我一直为我的孩子祷告，我每一次他们从很小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守望了的很久很久。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我的孩子看到他们很开听话就是我就没有祷告，没有的。他们越听话我更加越更多的祷告，他们不听话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什么凡事上呢，无论大小事情我都是以祷告开始的。所以呢终于呢后来我就祷告祷告了呢，我可以说呢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呢他是一个恩典恩宠的孩子。我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成绩刚刚过的那一个，刚刚及格的那一个，而且刚刚及格可以上大学的那一个，阿们。所以归荣耀给神，所以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呢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梦想。所以呢因为有梦想呢，所以我看到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女儿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出来社会做工了，就是剩下我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两年之后呢他就毕业了。所以很快的就看到你时间很快的， Amen。 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呢，我说呢无论怎么样情况都好呢，我说我你的妈咪很简单，我不是要你们赚大钱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们要赚大钱的。但是我有意的一个我跟我的孩子说呢，你们要敬畏神，要在你们的生命上呢一生侍奉神，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说我要你们赚什么钱给我，然后爸爸妈妈没有说缺乏不需要你们的钱，我要的是你们好好的爱耶稣，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个是我要的东西罢了。所以呢感谢神，我们全家人一起来侍奉神， Amen。 所以我们来看，我给你们看我的历史历史。好，我是在23岁的那一年我结婚。OK， 好啊，很漂亮是不是？那时候当然嘛，23岁谁不漂亮，对吗？23岁那个是我的父亲 ，OK， 我的父亲，那个是我母亲。
我的父亲是不是很大智呢？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样子，你就知道我一看到我爸爸，你就看到我啊，我们有这个的 DNA。所以呢，我就23岁结婚，24岁我就生下了凯琳。24岁那一年之后呢，我就生下凯琳。OK。啊，这个就是凯琳 ，OK， 好，这个原来我找了照片，找了很久哦，原来我拍照原来很少的，找来找去没有找多少张哦。24岁的那一年呢，我就生下了凯琳，然后28岁的那一年我就生下以琳 ，OK， 28岁我就生下了以琳，然后呢，30岁呢，我就生下了运康，而且呢，运康这个孩子哦，我可以告诉你们说呢，我没有想到我这样快怀孕的。所以呢，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呢，我孕康就来了。然后当时候呢，我就想，哎呦，这样快的，我才已经有两个，这么急我就要有第三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但是呢，我们当时候呢，我们想是说呢，我没有想到要没不要这个孩子，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够堕胎的。所以呢，我就想到是如果是上帝给我的话呢，我就好好的养育他们。然后呢，但是呢，我就跟牧师说，我们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祷告？我说神啊，我们要一个儿子，主啊，你给我们这个儿子，感谢神。我30岁那一年一祷告的时候呢，上帝给了我一个儿子，就是王运康，阿门。所以呢，我的孩子们，所以呢，然后之后呢，很感谢神的，就是呢，有我生下他的时候呢。我的婚姻辅导老师呢是谁呢？李主任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我的婚姻辅导的老师呢，他我的那个他是培训啊，就是说就是在婚姻方面的一个的资讯的老师。那么呢，他是我的我们的婚姻的，所以我每一个月一次，我一定会下到芝芝港去找他的，每一个月。我们要上6次的课程，我每一个月我都会下去找芝芝港找他。所以呢，当时候我怀了我的儿子之后，我要生他的时候呢，然后呢，李主任牧师就跟我讲，师母，你已经有第三个孩子了，你要不要全时间做妈妈？他就跟我讲，他就忽然间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说你要不要全时间做妈妈？当时候呢，我就心里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候靠做牧师的，我那时候还有做工，在教会也是有工作，但是我是做半天，因为我要顾两个宝贝，所以呢，他就这样子提议说，我说当靠牧师一个人工作，我如果不再做工的话，我怎么样养三个孩子，对吗？我们会想很多，一直想到不够钱，钱不够用，然后很想到。教育费啦，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你会去想的，你就不敢生的那一种，更何况是全时间做妈妈，一个人工作要养四个人，三个孩子包括我，对吗？然后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就跟牧师说，如果你主的牧师他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意见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当时候我就跟牧师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心中很有平安，那个平安我相信你们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有平安的话呢，你就知道上帝会照顾你。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当时候说，好，如果是真的有平安的话，我就跟神说，神你就照顾我们一家人，你就照顾我们一家人。上帝很信实，我们的神很信实，上帝呢他负责到底。从此以后呢，我的儿子一生下来，我就全时间做妈妈，就到现在，我全时间吗？到现在，你讲我有缺乏吗？坦白说，我真的有缺乏，但是呢，我有缺乏里面呢，上帝呢一直在供应我。你知道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哈，我生我大女儿的时候呢，我的家里的 Pampers 啊，Pampers 啊，粉啊，肥皂啊，全部啊，什么牌子都有。我用都是用一年用不完的，用一年的我的孩子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我生第二个也是一样，我生了第三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呢，满满的满，就是说我不会没有缺乏的，然后只是我要负责的什么奶粉而已。所以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这样子照顾我们一家人。然后呢，一照顾的时候呢，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呢不容易，但是呢，在不容易的当时，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上帝很多的祝福和恩典。我们真的可以坦白说，没有缺乏，我的孩子也没有说饿坏他，
他也没有收到好像一根柴，从来没有过。所以上帝一直在照顾我们。然后呢，我就发觉到呢，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二十，我应该是说我的女儿已经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岁了，是吧？她二十六年来，我们的家庭没有缺乏，反而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直到今天，我们你讲我们可以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买；我们可以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就是我们没有缺乏的意思，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位很伟大的上帝，他照顾我的上帝。Amen， 归荣耀给神。所以呢，感谢神，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成长了啊，再放照片下去 ，OK， 继续放，放完他。是我的一家人，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拍一些的照片，我们出国，然后我们在教会，任何的照片我都会，我们一家人都放。所以呢，任何的聚会，然后呢，我和孩子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有出国的一个，每一年我们跟孩子就我们都会商量说，每一年的年尾呢，我们都会出国一次。啊，不出国的话，有没有在马六甲都很好啊？没有，对吗？没有出国，在马六甲一看，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游玩的 ，amen。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就拍照。所以呢，这是我的家，所以感谢神，我有很好的家人。所以呢，在这里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神里面，我很相信一样东西，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的家庭是很幸福的 ，amen。所以呢，很感恩。在这里呢，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人物是呢谁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的经文，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一起慢慢来念。哈娜，为什么我会拿这个圣经人物呢？因为哈娜本身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很多的圣经人物，我一看我去找的时候呢，牧师说你要分享母亲这一个的角色的时候呢，我去找了很多的人物，圣经的人物。但是到最后呢，我就是找了哈娜，因为我很喜欢哈娜。为什么？哈娜本身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啊。我请林慧帮我念，可以吗？好，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念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从我们读到二十八节来。他们在示罗，我们一起来念哈。哈娜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娜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娜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娜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娜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娜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西哈娜同房，耶和华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娜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好，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谢谢林慧。好，虽然很长，但是呢，他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告诉我们说，汉娜这个妇人呢，她没有怀孕，然后呢，她有一个妇女呢，就是她的老公有两个妻子嘛，然后一个妻子呢叫比尼亚，比尼亚呢，她有孩子，汉娜没有孩子，所以呢，她就常常呢用话语呢来攻击这个汉娜。哎，你没有孩子了，一直嘲笑他，整天就是用那个话啊，不好的话来刺激他。因为当时候呢，没有生孩子的妇人呢，大部分都觉得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来的。所以哈拿呢，她是很不高兴，但是她的丈夫非常爱她哦，她讲没有紧啦，没有关系啦，没有孩子，我的爱你的哦，我是很爱你的哦，就是这样一直跟她讲我爱你的。但是呢，哈拿呢就是心里没有满足。然后呢，就有一次他们就去了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一年一度他们都会到圣殿去。然后呢，这一时候呢，哈拿呢，他真的是求告耶和华上帝。所以呢，在这里呢，他真的求呢，他你看哦，我们从这里看到呢，我们来看第一点，这里呢就讲到呢，哈拿呢，他吃喝完毕，刚才我们读的，他吃喝完毕，他就去祷告。他当时的心情，你可以想象一个妇人，他的那种的内心的那一种的无助，他的内心的那一种的被人家讥笑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就那种好像又没有孩子，又想要有孩子那种的迫切呢，他要做什么呢？他唯有来祷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相信说，除了祷告，还能够做什么呢？对吗？就是祷告咯。所以呢，当时候呢，哈拿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就成为我们第一点，我们的重点是讲到恒切祷告的母亲。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恒切祷告的母亲呢？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妈妈们，我们真的是呢，你做好你要不住的祷告，然后呢，你心中要默祷，然后呢，你要有清心吐意。你看我们看到哈拿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真的当时候，你可以想到他的心中的那个痛吗？他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住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你知道吗？不是说他就是祷告一下不祷告一下没有了，他真的是很切的在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完全是默祷了，你知道吗？他就心里就那边在心里面求了，因为呢 他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他就是说在那种求告。然后不单是如此，他真的清心吐意的祷告，就是说呢，他把他所有的委屈，他把他所有内心里面的那个痛苦，他全然的告诉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你看到呢，他真的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可以告诉你们，祷告恒切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看到上帝的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我真的为着我的孩子祷告，我真的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就是为着我的孩子来的祷告。我在他们读上学的一年级，我就祷告；上中学，我也会祷告。选学校我也为他们祷告，做任何的东西，然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为他们祷告。现在呢，看到他们进了大学了，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成真了，我就因为这样子没有祷告呢？没有，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为我的孩子的另一半他们的婚姻来祷告。我的祷告里面很简单，我说主耶稣，我不需要看到我的孩子找到一个很有钱的男孩子，有很有钱的女孩子，我说也不是要找到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也很英俊潇洒的。我的祷告呢，说我跟神说，神啊，我要看到我的孩子呢，他们找到的另一半呢是很适合他们的，
不是他们只是喜欢而已，是适合的。适合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他们两夫妻呢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一起侍奉上帝耶和华上帝。这是我的祷告，我要看到我的孩子是两夫妻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就，但是这是我的祷告，我要看到是两夫妻一起，然后呢一起在 教会里面，然后看到他们有孩子也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这个是我的祷告，我就是很简单的，我不要他们找的什么有钱人。有时候呢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女儿啊，我要找富二代啊，富二代的话呢你的阿妈就很好日子过的了是吗？找富二代啊，我整天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找有钱人啊。但是呢我永远呢跟他们开玩笑，我没有跟他们，我只是开玩笑，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你有钱，但是如果你离开神，这个是我不要的。我宁愿你生活很简单，但是你敬畏耶和华上帝够了。所以这是我的祷告，所以我一直在祷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我不知道，但是 我相信我祷告。然后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们出去外面读书了对吗？但是呢我们的联系是什么？那联系呢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呢，我们要有，以前他们小的时候呢我有家庭祭坛的，我的家庭祭坛呢我们每一个星期呢一次，因为牧师很忙，但是呢忙归忙，但是家庭祭坛是不可以少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家庭祭坛，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彼此分享自己的需要，然后呢彼此一起代祷，然后姐姐为弟弟祷告，我们就是这样子轮流的彼此代祷，然后呢孩子们也为我们祷告，我们为孩子祷告，孩子也为我们祷告，就是啊，是家庭祭坛。后来孩子他们进大学了之后呢，我们还是他们在吉隆坡，你难道因为这样子你的借口是说我不要家庭祭坛了吗？没有的，现在有 Zoom 是什么？没有 RBG 祷告，我们开始 RBG 祷告了。所以呢就 RBG 祷告，然后同样的很简单的，到了时间开 Zoom， 每一个人同样做同样的动作，彼此代祷，然后呢就在 Zoom 里面我们就开始问他们，你们在学校 OK 吗？你们面在你们读书的时候有面对什么挑战吗？叫爸爸妈妈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发觉到真的是很多时候呢家庭祭坛真的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我要讲的是，妈妈们，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陪伴我们自己的孩子对吗？大多数的时间是我们妈妈的时间比较多陪伴他们，所以你要扮演怎么样的一个的角色，你在你的孩子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你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很重要，是在于你自己的决定。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妈妈也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要你的孩子赚大钱的话也是你妈妈要他的，他真的赚大钱了之后又怎么样？他爱耶稣吗？他真的走在上帝的这一个的心意里面吗？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希望孩子，我初初的时候呢我的孩子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比较本来读书，我的第二个那个很厉害读书，然后呢他初初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呢他讲他要做医生，他进了大学了之后呢他拿了 foundation 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原来做医生这么难读的哇，很难读的哦。然后因为原来是数学又不好哦，因为数学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数学不好吗？就是我这个阿妈逼出来的咯，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阿妈呢永远讲一句话咯，数学不好啊没有关系啊，因为你的妈妈以前拿的成绩都是 很差很差的啊，你们拿成绩差差没有关系的，就是妈妈讲出来的咯。所以我的三个孩子的数学都很差，是因为我妈妈讲出来的。所以妈妈所扮演的角色影响力是不是很重要很厉害？所以呢因为那时候呢跟他讲考试不及格没有关系，数学罢了吗不用紧。终于呢我的女儿呢拿不到读医科了，数学太差。然后呢之后的话我就讲没有关系，读法门系，哎呀读法门系。然后呢进了法典生之后呢，哎，原来是法典也是不可以，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们没有免，后来呢他就跟我讲妈咪，我 foundation 一考出来的成绩你看是什么最高分吗？我一看哦，原来是哦那个这么高分啊。但是我就问他，你们这么高分的话呢你要怎么样做呢？妈妈我的本事我不会做医生，我没有本事做 pharmacy 了，我的本事就是做这一个，就是原来是什么没有，他的语文课是最强的。这样如果是我这个做妈妈的说不可以，要做医生，无论怎么样都要做医生，
叫我的女儿今天会开心吗？我相信不会开心。她度的话呢，她压力的话呢，我自己就做妈妈的，就祷告到很浅都好的，我的孩子都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是那时候我就跟她商量，我说没有关系，如果就是你的决定，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祷告了之后呢，就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心中有平安，说好，孩子，如果这个是你的梦想，妈妈支持你，你就去读吧。然后读得很开心，拿到成绩很好。所以呢，然后今天呢，他呢，就是在语文科上帮助了很多的一些需要。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们要成全我们自己的孩子，哦，所以呢，所以祷告重要吗？祷告很重要。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讲的是呢，弟兄姐妹们，我要讲什么？我们看见祷告所带出来的力量吗？你看到祷告的果效吗？神总是呢愿意倾听，并且乐意赐福给每一个人的。Amen。 所以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担忧，我们要将我们内心里面的重担，我们要将我们内心里面的心中的纳闷，所有的那些，总之有你觉得你心中里面的没有办法跟你分享的，你就告诉神吧，只有神知道，明白吗？神知道，他知道，他最了解我们这一个人。 Amen。 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母亲呢？要成为一个很好榜样的母亲。从这里呢，我要讲呢，就是说呢，刚才我讲嘛，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讲的话语，要成为好榜样的母亲的话呢，第一点，我们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妈妈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我们会讲很多很消极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觉得是说我讲出来没有关系，你听就好。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不只是听就好，他们放在心里面，然后呢他们会，然后开始慢慢的呢，他们就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力呢？我的妈妈就是很喜欢讲人家的坏话，我的妈妈时常呢就是呢喜欢批评论断别人，她拿把嘴巴一直讲个不停，但是她永远不会跟你讲妈妈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她不会跟你讲的。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是如何？我的孩子们呢，我们每次都很多的沟通了。我跟我的孩子们呢，真的很多的沟通。然后呢，他们每一次听到什么东西回来跟我讲，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什么，听了就算，不要讲出去，听了就算。所以呢，我们家里的呢，从来没有说什么嚼舌，是说讲别人的坏话。我跟孩子说，你回来家里的时候呢，关上门的时候呢，我们讲的今天先讲的东西算了吧。不要到处去跟人家讲。每一个人的他们所发生的东西，我们听了之后呢，如果你要真实的话，你去跟当事人问当事人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不要到处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原来不是这真理，不是这个真理。你会使到人家受伤害的，对吗？真的会受伤害的，因为你那一句话。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我们听了就算，在这里讲了，你跟妈妈讲了之后就算了。我这个做妈妈的呢，永远不会去跟别人说，哦，我今天听什么，我会去打电话，哎，你有听到这个消息吗？没有，我不会的，我从来不会做这个动作的。所以我的孩子很清楚知道，我听了之后呢，我跟我的孩子，然后我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什么没有？听了之后祷告神，求神怜悯。上帝，你掌权好过我们掌权。我们是谁？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讲，你们要做好你们的本分。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妈妈们，所以你们在家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要谨慎，它能够影响孩子们的。 OK，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说看到是说呢，哈娜虽然常常被言语伤害，那我们看到哈娜她常常被言语伤害，但是她自己本身没有在这方面犯罪。看圣经，看我们读的圣经，她没有在这方面犯罪。她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她没有去跟那个女人，就是比尼娜吵架。她讽刺她的话，她没有去打架。我们每次看人家那韩国人打架的话，拉头发的，我心里想，怎么要拉头发呢？唯一因为女孩子头发最长了，拉头发的打架吵架，对吗？但是哈娜没有做这个动作，她从来没有。
所以呢，从整节的经文我们都没有说到呢哈娜心存苦度，有吗？所以他没有讲， OK， 他也没有在举行上得罪神也得罪人，所以他做了最聪明的决定，那就是什么呢？祷告。 Amen。 他没有孩子他就祷告，他没有去沉，他没有去吵，他没有去讲任何东西，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祷告。所以呢，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一个母亲，然后从好榜样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要说批评论断话语的一个妇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妈妈。成为神的一个妈妈呢，我们看到哈娜呢，她每一年都会跟她的家人到示罗去敬拜神。孩子是祷告来的， Amen。 刚才我们有读的经文上面，撒母耳是祷告出来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呢奉献归回给上帝，他的祷告说，如果你给了我这个儿子之后呢，我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对吗？他有做这个动作。然后他应许孩子断奶之后呢，把孩子带到示罗去，对吗？他有讲这句话。然后呢，你知道当时候他孩子断奶的时间是多少岁吗？三岁。孩子断奶的那个时候三岁，你可以想象哈娜她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教养她的孩子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跟她的妈妈一样的，在如果你看完整个的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你发觉到她去了圣殿的时候呢，她看到以利的两个孩子犯罪的时候呢，她没有在嘴唇上犯罪，她一看到的时候呢，她就跟她妈妈分享，她的妈妈说祷告，她没有在嘴唇犯罪。撒母耳一样，三岁的一个孩子非常敬畏神，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妈妈。 Amen。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所以呢很感恩。后来呢，我们看到到撒母耳呢，他三岁他就去到圣殿了，他妈妈三岁应许说我要把孩子奉献给神，他的孩子三岁就这样子进到圣殿里面去生活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但是呢非常棒的孩子撒母耳，你看他的整个故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我们也可以，我们最重要的妈妈们榜样是什么呢？你要教导上帝，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上帝的话语很重要。然后我看到一本书叫赫神信义的母亲，那本书我看到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赞成的一点，他讲什么呢？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信主的父母亲，你亲自教导你自己的孩子。教导谁？你自己的孩子啊，你不是教导别人的孩子，因为只有你的孩子是你要自己去亲自教导的。所以呢，你不要去人家的孩子，人家教育是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看到孩子那边吵啊，那边闹啊，你不要去批评论断人家的孩子，人家有教育的方式。我忽然间想起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教导的。以前我在教孩子的时候，经过那个玩具店啊，他们要买那个玩具的时候，他们会啊，我要这个啊，会吵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我的孩子哦，如果他们吵哦，他们一吵要呢，他们在地上打滚啊 ，shopping center 里面哈、啊，你知道我做的什么动作吗？我没有马上在那边骂，大大声喊，我不会做这个动作的。我不会喊的，不要吵！我们很多妈妈呢，在生病的时候，你会听到不要吵，要妈妈在那边喊，因为孩子要买东西吃，有时候买零食，要买玩具，但是我不会做这个动作。我会做什么动作呢？我带他们去厕所，我带他们去厕所。我的孩子一知道呢，我的孩子啊，后来我们他们长大，我们我们在谈起小时候的时候呢。妈妈你记得吗，我们不坏蛋的时候呢，我们进厕所了，一进厕所什么，我们的耳朵就他吵他闹，在厕所闹，我关上门，真的厕所关上门吗？对吗？那耳朵两个耳朵、啊、出来的时候很安静了的，然后我就还吵吗？还吵就马上回家，连麦当劳都不给你吃。这是我的教导方式，我从来不会大吵大闹在 shopping center 的。因为什么呢？我一个很好的老师李主任牧师，他教导我的，啊，妈妈不要吵不要闹，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呢，
教导什么呢？上帝的话语，圣经。如何教导呢？勤奋不倦地去教导上帝的话语。何时教导呢？每时每刻。Okay? 然后在那里教导呢？在你的家中教导。最好的是你的家是最好的教导，因为每一天晚上你来到一起吃完饭要睡觉的时候呢，孩子们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读一节经文，祷告，睡觉吧，把这一天就这样子交托给神。所以呢，我们发觉到我们以前的老旧的生活呢，我们就是祷告罢了，没有跟我们不会说跟孩子，他们外国人呢会讲故事给孩子听。我从很古到如今从来没有讲故事给我的孩子听的。所以我可以说呢，我是成功的妈妈吗？我不是很成功的妈妈，但是我很感谢神，我有一个很伟大的神，他帮我照顾我的孩子。Amen。 我可以说我不是很成功的妈妈，但是我有一个很伟大耶稣，他帮我照顾我的孩子。我不是说我的孩子很卓越，我不是说我的孩子很出色，但是感谢神，他们爱耶稣够了，他们爱耶稣够了。 Amen。 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幸福，对吗？看到他们的幸福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但是你要看到你孩子很幸福很喜乐的话呢，妈妈们从我们自己做起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OK。 好，第三点，合神，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呢？要懂得感恩。妈妈们懂得感恩，你为着你的孩子感谢耶稣。你的孩子听话，你的孩子不听话，也是你自己教出来的。他们成功他们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也是你自己教出来的，因为是你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对吗？所以呢，要懂妈妈们，你为你的孩子感谢神。他们成功的话，你常常在他们的面前说你很棒。他们不成功的话呢，也没有关系，还有时间，你的孩子还有时间呢，是明白吗？还有时间呢，就是陪伴他们。所以呢，陪伴他们，然后呢，常常鼓励他们说没有关系。然后有一天，你现在不成功，不代表你永远会失败，你有一天会成功的，因为你是耶稣的孩子，明白吗？所以呢，你只是为他们祷告，你知道，然后呢，常常为他们的生命来感谢神，啊，然后呢，要懂得成全。然后我觉得说，真的有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懂得去成全我们的孩子。孩子呢，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梦想，不要逼他们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听取他们的决定，多听，然后呢，一起祷告。做，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祷告之后才做决定。OK， 不要做后悔和遗憾的事情。然后呢，我常常跟我自己讲呢，我的孩子他常常提醒我，妈妈，如果你生气的话呢，你不要跟我讲话。因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情绪一来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做错很多的决定。为什么呢？你的口就马上那个破口大骂哦，你从来没有顾到你的孩子的感受了。你爽的时候呢，你就骂喵喵喵喵喵喵喵，然后骂骂骂骂骂。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听进去里面的每一句话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妈妈们，我们有时候真正要认罪悔改。我跟你讲我一个经历，以前孩子很小时候呢，他们很吵很闹，三个吵很闹哦，真的是，我真的是那种啊，这样子的啊，你一个不用紧哦，你三个，哇，但是艰难嘛，对不对？但是哦，我跟你讲，哇，真的是哦，常常都觉得孩子是错的。我们妈妈永远觉得孩子是错的，因为他们吵，他们闹，他们都是 不听话的，对吗？就是不听话的，讲这么讲了，跟他们讲了一大堆道理，他们就是不要听的，不听话，不听，就是一直觉得不听。然后有一次我顶不顺了，哭了，我这个臭妈妈的顶不顺哭，我就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就说主啊，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孩子这样啊，就跟上帝一直发怨言，一直跟神孩子跟神说，主啊，你改变我的孩子，你管教我的孩子。但是有一次，我就听到圣灵的一个感动的声音，你要你的孩子听话，你先听话。
你的还要孩子改变，你先改变，从你这个做妈妈开始。我说耶稣，我那里会做错事情，我是妈妈，那里有做错的，孩子永远是错的吗？永远指责孩子错的。但是我那个感觉，那个感动一直在我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面想着，你要悔改，你悔改的话，你的孩子就会转化，你的孩子就会改变。我说我都没有错，你叫我悔改。但是那个声音一直跟我讲说，你悔改的话，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就会转化，你的孩子就会听话。我永远抵不过上帝的那个感动，我真的认罪悔改。我当时候我哭求的时候呢，我马上认罪悔改，我说主耶稣，我承认可能或者是我们认为是 我们做妈妈的，妈妈是对的，孩子是错的，但是呢今天我要改变。我说是的主耶稣，可能是我这个做妈妈错了，因为我自己的情绪，我自己的情感，我一直认为以为，所以呢到最后我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在我的家庭里面转化了。我的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听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好像改变了一样。原来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我先改变，先上帝才做工。我没有改变，上帝不做工。我改变了，先从我妈妈做妈妈的开始。所以呢感谢神，整个的家庭的氛围，整个家庭的这一个的气氛不再一样了。所以弟兄做妈妈的们，所以呢今天还要就一样，我们要懂得支持我们的孩子、okay? 然后支持他们的决定，不要马上否决他们的看法，先聆听他们的心声，最后才给予劝告。给予劝告的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以祷告把他交托整件事情，看上帝怎么样说，然后上帝为我们做决定。你做上帝为我们开路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呢一切都很顺利，凡事顺利，凡事亨通，然后呢你又很喜乐，你又成，然后你的孩子又蒙幸福，我们做妈妈的也是很幸福。所以呢总结里面呢，我看到的总结是什么呢？哈拿呢他把孩撒母耳养育得非常棒，对吗？是零岁到三岁就可以塑造一个孩子的本性。刚才我讲了，撒母耳断奶的时候是三岁，三岁里面呢就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了。所以呢孩子们，我要讲的一样东西呢，妈妈们，当我怀孕的时候哦，有一个有人跟我说你要有胎教，我很相信这个东西的。他讲你要有胎教，我一开始我大女儿呢，她我肚子开始大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旧款的有 UFO 那个这样子大大个的，对吗？我就放在我的肚子那边，天天晚上给他们听歌。我的大女儿啊，天天晚上放那个歌给她听，天天晚上我一睡觉的话，我就把她放那边，我自己睡觉，睡到天亮去哦，我那个耳还在转，一直在转。然后我的大女儿呢，她呢对音乐非常敏感，她是今天啊就弹钢琴的那一个。凯琳，我第二个女儿呢，我怎么样胎教呢？我给她听圣经故事，天天晚上听圣经故事，你知道吗？天天听。然后我的第二个这个女儿呢，很厉害读书的，她真的很蛮爱读书的。然后第三个呢，我后来我第二胎教的时候呢，我给她听音乐，也是给她天天晚上给她听音乐，一直听到早上去。所以我的儿子呢，他对音乐非常敏感，他做 BA。我全家人在音乐方面侍奉神，弹钢琴、音响，为什么呢？胎教。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很把那读书的，就给他听圣经吧。你喜欢你的孩子喜欢唱歌的，天天唱歌给你听的，你就把歌放在你的肚子那边，就给他听吧。胎教，所以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对音乐非常敏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拿，他因为做对的决定。所以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说什么呢？耶和华坚固哈拿呢，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呢上帝祝福他，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他讲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
然后呢，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六节，他讲到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对吗？讲什么呢？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原来呢，撒母耳呢，不单是耶和华喜爱他，连人也喜爱他。Amen 吗？所以呢，撒母耳呢，我们看到呢，这里我们想起那个经文是什么呢？然后呢，就看到呢，在我在做这一个的信息说呢，这个经文从那里有出现过，在呢，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忽然间，我想起了耶稣。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哈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教育孩子，他的孩子如何怎么。在三岁就送到去圣殿侍奉神，到他成为一个大先知，他的生命受谁的影响最多？受他妈妈的影响。 Amen。 所以母亲们，我们你有做工的话，肯定你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孩子，永远不要讲这句话。妈妈们，你多忙的话呢，上帝给我们24个小时，你晚上的时间几次都好，如果孩子们睡了没有关系，你就为他的孩子们按手祷告，为他们祝福，每一天为他们祝福，把你的孩子的生命交给神，让他们活出敬畏神的生命，爱神。那么呢，你就不会常常怕他们叛逆啦，离家出走啦，吸烟喝酒啦，交到不好的朋友，因为上帝会保守他们。 Amen。 我们一起站起来，哈利路亚。我们要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像撒母一样，在以利的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在犯罪的当儿，在充满一个罪恶的一个的世代的里面呢，撒母耳没有犯罪，因为他懂得保守他的心。 Amen。 所以呢，妈妈们，我们相信说呢，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不一样呢，一切从我们做母亲的开始。 Amen。 所以呢，孩子们，你们的妈妈没有信耶稣没有关系，常常为你的妈妈来祝福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祝福祷告。你要看到有一天你的父母亲都信耶稣，然后他们跟你一起来教会，有可能吗？有可能的，因为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一家人一起侍奉神。 Amen。 然后呢，如果你的孩子，妈妈们，如果你的孩子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也不要灰心，继续的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为你的家人来守望，看到有一天他们我们看到有一天上帝拯救他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你不要灰心，坚持到底，你要相信。所以呢，这首歌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它是讲什么呢？你要勇敢的相信，当你勇敢的相信的时候呢，明天你会看到有阳光。 Amen。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妈妈呢不容易，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面对很大的挑战，可能你那时候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这首歌讲到擦干所有的眼泪，你不再孤单。 Amen。 所以呢，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给我们信心的神，所以呢，然后他最后他有讲到什么呢？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 Amen。 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看顾爱保守我们的神，将你的生命全然交给神。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位很伟大的。 Amen。 Amen。 好好的妈妈们，好好的把你的孩子好好的教育，要从那里开始，从你的家庭的祭坛开始，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他们，常常跟他们一起祷告，建立家庭祭坛。 Amen。 我们来唱这首歌。黑夜虽漫长，细受过的苦，生命的坚强，如美丽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擦干昨日的泪水，尽情的
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从山的力量，紧紧地微笑，别失望沮丧，勇敢地打破敌人的围墙，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我们重来唱，黑夜虽漫长，吸收过的苦，生命的坚强，路被你音符，让永恒的爱再次包围你，让我陪伴你副歌，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勇敢地相信，明天有阳光。擦干所有眼泪，你不再孤单。神必赐下重生的力。好不好？这时刻我邀请所有做妈妈的，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相信，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很棒的妈妈。让我们祷告耶稣，求主帮助我们。们所有的妈妈们，我们走出来。哈利路亚，妈妈们，感谢神。好不好？这时刻呢，我们起开声，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家，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妈妈，让我们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妈妈，成为一个好榜样的妈妈。Amen。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希伽拉巴拉巴萨那拉玛利亚那拉，希利亚那拉巴利亚那拉玛利亚那拉玛，希利亚那拉玛利亚那拉玛利亚那拉玛萨那拉玛利亚那，希利亚那拉玛利亚那拉玛拉玛拉玛。花一点点的时间，妈妈们。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不为我们今天不为孩子求，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阿门。希伽拉巴拉玛，希伽拉巴拉玛拉玛利亚拉拉玛萨拉拉玛利亚，希利亚拉拉玛利亚拉拉玛，希利亚拉拉玛利亚拉拉玛利亚拉拉玛，希利亚拉拉玛利亚拉拉玛利亚拉拉玛。主耶稣，我们求你赐给所有的妈妈们有勇敢的心，赐给他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伟大、是奇妙的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求你赐福妈妈们，让我们说主耶稣，我们不放弃，我们不灰心，我们要继续的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妈妈，因为我们要为着我们看到我们以后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不一样的孩子。希伽拉巴拉巴拉巴，希伽拉巴利亚拉拉玛萨拉拉玛利亚的，继续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
哈利路亚，西格拉巴拉巴西利亚那拉玛拉玛尼亚达拉。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赞美。沙拉巴拉巴尼亚达拉玛。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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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哦，拉巴拉巴拉巴沙达拉巴巴。我们感谢上帝。那今天的主日里面，我们再次听到神的信息来带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真一个有真棒的母亲。哇，我们就成为一个迫切祷告的母亲。求主啊，来带领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永远不放弃，我们记得依靠神。让我说，我们也会成一个好与好榜样的母亲，在这个不管在任何做任何的论断里面，这都就是教导我们孩子。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让我们活着在母亲的职责里面，让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做我们常常有感恩成全和这个支持孩子，这支持家庭，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母亲。今天透过信息里面再次激励我们，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做母亲的是每一个是伟大的妈妈。在世上所神所设立的这个妈妈，是要做一个好榜样、合神心意的一个妈妈。做今天求主啊，带领帮助我们。这时刻，我们想在我们所有的会众，举起我们的手，向前的为妈妈来一起来祷告，来求神来做祝福的工作。主啊，求你祝福我天下的每一个母亲，愿为成为你子女出多，就结出美好的果实。愿将这主天的祝福和真实的平安给每个妈妈，就愿你祝福的妈妈有身体健康，灵性上的有美好，生命上有丰盛。愿主啊，你亲自的做祝福，让他们出入都有主的平安，主的恩典带领帮助主，让说他们所教导的每个孩子们有好好的孝顺他们，就不断的叫听话的孩子，因为给我们妈妈都有神的智慧，因为依靠你的神的必体贴带领吧，主，让他们孩子们都做了尊敬母亲，多体贴母亲，多照顾母亲。主啊，再次我们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的母亲姐妹们祷告，主在他们的家庭中负起一个很大的责任，就何等的大，就说在那个职责里面做了一个使命，就是把孩子和家庭教养得好，让这个家庭你现在是蒙主的恩典的主，就不单单他就爱他们的孩子们，成为一个开开，成为好的和幸福，好妈妈，好开开主，让他们养育子女里面不知道的温柔和有智慧理事的家，理事的家庭，让他这个信仰依靠着耶稣基督来培养子女主。主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在活做一个合路的生活。主啊，让我们说我们同心合意为这些就做了每我们新城教会的每个妈妈们祷告。主啊，你赐恩典给他们，让说他们每个都合乎神意。虽然我们说在过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很多一些误解误会，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继续来带领传教会，说成为我们一个有使命的妈妈，在家庭里面教育我们的儿子，来照顾我们的家庭。主，今天再次把我们清晨的教会的每位的妈妈的完全的交托，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我们刚如果我们一个特别这个是母亲节，特别我们要感恩，我们感谢妈妈，因为有妈妈就有我们啊，所以说不管说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每个妈妈，我们送一个小小份的一个礼物送给每个位妈妈啊，啊，可以去领受，可以回去座位啊，来分配给妈妈们一个小小的秤子啊，祝福你们在厨房做作业的时候使用它，做美好的蛋糕，美好的饲料，来给它配个家庭。还有妈妈还没有拿到吗？来，妈妈那边，下一个妈妈这边。可以结束？要唱歌，要唱歌。OK， 好。
我们每个妈妈都领受到一个小小份的礼物吗？要往大家说一声好不好？母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来，我们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的崇拜。我们举起我们右手来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自由的散会。要记得，楼上我们预备了很多食物哦。请今天可以留下来吗？让我们预备食物的不会失望啊！帮我们吃掉，吃完这个食物 ，OK 啊！鼓励你们 ，OK， 神祝福大家。